Happy birthday to Isabel, 21 6th Monday. Hello,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Bell， 我是他，我们是 Bell and Tao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早上我的妈妈还有弟弟就闯门进来送我惊喜，我还在睡梦中啊，所以我就拿着那个蛋糕发呆。梳洗过后，我就拿妈妈和弟弟的惊喜来当早餐吃。说真的，我是第一次拿蛋糕来当早餐吃的。我的生日竟然还要上课、哦，不过幸好我只是上半天呢，来我还有多半天庆祝我的生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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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当下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高兴。看到我眼前的那粒巧克力蛋糕。还有压力蛋糕，那粒蛋糕是我妈妈帮我做的，那是 orange 口味的蛋糕。我实在是有太多的愿望了，如果我把全部都讲出来的话，那就不灵了。来看一下你的生日礼物，这是妈妈做的，刚才就是被他们 prank， 请按上方看我被 prank 的影片。所以呢？所以幸好他有，他以为我们没有买，他就很要哭啊。我有要哭啊。差一点，然后你就想到我们在拍，所以你就不要理我。这是我弟弟亲手做给我的 magic ball。他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来帮我完成这个 magic ball。这个 magic ball 是很神奇的，你们看啊，看它几神奇，几有魔法。你生气的时候就大力压它。哎，你腰不能坏了咩？不会坏了，你看，可以 squeeze 还是 squeeze？squeeze 来看。那你看，你看，你按这个边的单点，你按这个你可以挤单点。那你做这个给姐姐是？你每次弄姐姐生气的时候就这样 squeeze 啦， squeeze squeeze， 不是，然后是他逼我做给他，因为他以前很想要，然后就讲哦，他就让你一直在那逼我做给他，就讲哦，而且在你的生日才送给你，那是大概是两个月前，这样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做给他？他做一两个小时这样过后，他就休息了，休息很久过后，他就跟我讲，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我才继续做，结果没有，结果是在父亲节的前一天做，前天啊，前天做。这样姐姐你开心吗？弟弟送你的礼物，嗯，开心。这样给弟弟 kiss 一下。
当时是没人吃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提着片他去 I 那边买一个 orange cake， 然后现在两次去 KKB 买。结果他也是很开心呀、啊。当然是 IOI。不是啊 ，BJ 啊 ，IOI。IOI 那边。那屁。那不是那么甜吗？那个啾啾的那甜。哎，这么没吃那个压力。他不要吃。多少钱？加粉。舅舅送了我最喜欢的食物寿司，而且是一大盘，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寿司，很好吃，然后我就吃到津津有味。坦白告诉你们，我吃寿司的时候是从来不沾瓦萨比的。今天我要来挑战瓦萨比，看它有什么好吃。这么像多人这样喜欢沾瓦萨比。今年的生日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生日，因为以前的生日我都是在外面庆祝的，只有今年的生日在家庆祝。我希望疫情可以早日结束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出去游玩了，不要整天待在家里。还没订阅，马上订阅哦！